非常对。那你干嘛啊？大姑，有过年还回家吗？不忙就回来呗。你今天小吴跟你一块回来不？他答应我送我欧布。那是啥呀？欧布奥特曼呀，这你都不知道。我养的那小吴了。大姑给你买一个。啥什么布？欧布。欧布。哎呀，给你拿着这个。哎呦爸，我不要钱，我有钱。不是钱。啥呀？钟馗，我给你画的，它可以避灾驱邪保平安。你回去以后啊，把它镶个镜框里，挂在墙上。这封建迷信，这都是你这整些没有用的。这什么是封建迷信呢？你好使不？你说你这孩子啊，出门连个羽绒服都不穿，拿着路上配，要是不喜欢呀，下了车就把它给扔了。啥呀？这一出出的让谁哭呢？搁这儿。对不起、啊，这行，这挺喜庆。不过呀，说心里话啊，要不是你回来呀，我还真劝不了你小姨呢。我小姨这坎儿，她就是很难过去嘛。换谁谁也挺难过去。是啊。你要没事多去找找她。就听他说呗，他要说就说，要哭就哭，你就听着就完了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行。还差什么东西不？不差，都在这儿。爸妈，你们过来一下。